师母师娘，阿弥陀佛，咱所有正当工同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所分辨会安尼声音。牧师伫即个新的年的开始的中间，用上帝话，即句真好的话，伫约翰福音书十五章第一节，即个经文啊，甲咱做伙来分享上帝话。毋茫真侪咱每一个人会帮助，啊！伫遮我毋知今仔王牧师会来咱教会聚会吼。啊！我甲王牧师来的时候见到伊，我讲这应该是王牧师来遮分享上帝话啦吼。啊！真欢喜啊！看到王牧师，而且啊，伊穿真特别的服装啦。我知影姊妹啊，你有注意到？啊！伊穿这个服装拄啊，我伫教会咧穿的服装啦。因为我教会是都是原住民的教会哦，所以马丁在咧问讲，我牧师今仔穿这是倒一组的啊？啊，我看看讲啊，若是阮的教会吼，讲这有可能原住民拢会开玩笑啦吼，讲那这个是不满足啊，啊有的是讲啊存款不足，应该是讲奉献的作工啊，就是上帝所祝福的，那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祝福的个背景，所以我相信上帝的恩典啊，是阮祝福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上。那伫今仔日这个经文的中间，约翰福音书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牧师用主是真的葡萄树，甲咱做伙来分享。这段的经文相当典型。是犹太传统的一个譬喻。咱的主耶稣伊非常的有智慧，伊用上帝话语来帮助人对圣经中间的真理来证明，不然晓悟上帝话，和军队伊的人搁较得到智慧的心。那这个经文是犹太传统的一个譬喻，对一般人来讲，这是真难以去明白的。但是主耶稣伊讲，我是真诶葡萄树，恁是枝。伊将家己形容做迄丛诶树本身，甲即丛树诶一个生命。咱是枝，伫即个中间无多通分割诶，就是我是树，你是枝。因为无人有讲啊树甲枝来甲分开，所以耶稣将即个连接一丛树，甲对上帝话真理。中间来证明出来，用犹太话的讲法，是因为伫古约中间，常常甲犹太人形容做上帝的葡萄园。为什么用葡萄树来做这个譬喻？咱来先来明白，葡萄树有两种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就是葡萄树的枝，有的会结结果子，但是有的枝伊是袂结果子。所以未结果子的，伊要来甲修正，以免伊占了遮营养分。第二就是葡萄树枝会常常有一寡变化，也是一寡突变的情形，变作一个野葡萄哦。我记以色列的时阵，伫旷野的所在，啊，遮导游拢带阮去看哦，遮啥物种的树哦，伫迄搭有真侪介绍哦，无花果树啦，葡萄树。葡萄树到尾啊，嘛是有可能会变作野的葡萄。这野的葡萄是袂当食的，而且袂当做酒的，而且嘛无法度来使用。所以，这的树枝后来就是圣经中间的记载，伊伫刻伫路边的所在。那伫地狱、古狱，常常将上帝选民来譬如做葡萄树，咸菜是一丛结实侪侪的树。某可能是一丛未结果子的野葡萄树，所以耶稣伫这个所在形容伊的百姓是葡萄树，但是伊家己，伊形容伊家己是葡萄树，无有分子，过去无阁用分子的心态来看这個，伊家己讲伊是真的葡萄树。主耶稣家己是葡萄树，咱每一个人只有安那，只有连接。做连接的工作，就是这个树枝，就是这个树枝。咱若连接，伫这个葡萄树的上，得到
上帝来，主耶稣来的一个敬意。这就是这个经文中间，主耶稣伊本身，伊要予咱去理解。所以主耶稣伊要一遍用家己来做譬喻。主耶稣用这个譬喻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伊讲的是伊是葡萄树。咱的生命因为连接伫伊，会通结出真多好的果子。第二就是甲咱讲生命的真相。人若结连伫咱的主的时阵，就会通得到生命的成长，来得到自然丰盛的活。所以伫这个经文的中间，咱看到的，就是耶稣甲伊的门徒，伊要分离以前讲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在这个经文的内面，牧师用几点跟咱兄弟姊妹来做分享。第一项，主所强调的是讲，主是真的葡萄树。在这个经文的开始的第一节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父是造园的人。哦，我们那个中文是讲栽培的人，好、哦、栽培的人。这段经文真明确。来教示讲，主伊本身，伊是真的葡萄树。安尼，咱来做一个思考：真的葡萄树嘛是有假的葡萄树，但是问题无？哦，咱对于这个反面的思考来想的时阵，嘛是有假的。所以，咱的姊妹有真有假，在这个世界的中间，嘛有真多真真假假，哦，真真假假。我到位一个回忆，哦，一个就是以前老插花，啊，有一边伊带我去这个园艺，啊，园艺的所在，啊，伊在买遐花材，我看到哦，入面的时阵足多的花，伊讲牧师，这是假的啊，啊，真的假的吗？嗯，看起的时阵，哎呦，啊，你去甲摸，哎，佫真正是假，哦，真正是假。但是因为所以咱的环境中间有真多的假，冇真多的真。那到底真甲假，咱唔免安去分辨。所以咱看这个圣经中间，主要说讲我是真的葡萄树。啊，伫顶个月中间，我看到一篇诶报道啦，这个报道个人家己怎会知影？中国有一个生理啦，一个白鱼的啦，生理啦，爱真巧，爱知中国人真爱食爱乌拉鱼啊，那个小小鱼啊，乌拉鱼。啊，这乌拉鱼的来源，咱阿你知影无？乌拉鱼的外表，吼、哦，迄、那个皮是用足薄足薄的塑胶做的，吼、哦，所以功夫真厉害哦，很高明的功夫吼。乌拉鱼的皮就是用塑胶做的，然后迄乌拉鱼的肉是用鱼肉加加做的。啊，你去甲看是，哎哦，啊这乌拉鱼看好漂亮，又很好吃，啊，真侪人啊，哦，都去甲伊购买。生意非常的好，因为啊啦，真侪人唔知啊，这是假的乌拉鱼。后来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客，伊食了感觉，哎，那口味那怪怪安尼，啊，伊感觉怪怪。啊，这个人怎啊啦，客气甲化验，啊，化验了后，甲爆发出讲，哎呦，啊，这皮是塑胶的啊。意思就是讲，真侪人去啊买啊啦，食足侪塑胶类，哦，食足侪塑胶类。所以这对人来讲，这嘛是一种吼、哦、真恐怖的代志，吼、哦、真恐怖的代志，这嘛是食安的问题。所以像你今晚咱看到这个世界吼、哦，无奇不有啦，啊、哦，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予咱真难去分别，啥物才是真诶，啥物才是对诶。人因为安尼伫人生诶路上诶时阵啊，会迷失方向，迷失人生诶路。所以主耶稣通过这个经文特别来分享教导咱每一个人一个真严格的一个提醒，我是真的葡萄树。主耶稣在强调的就是爱咱知影主是真的葡萄树，咱的主有活命，有稳定，有丰盛，人爱结连在伊的时阵，才会当活出丰盛的生命。所以人一生的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去领受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人上帝要带领伊行一生的路程。咱看到做个信仰的伟人伫伊的一生中间，因拢是行伫顺服的路的顶面，
有的人伊安那，伊想要跳脱，伊想要过家己的生活。所以咱看约拿安那，伊嘛是无要顺服主。后来无顺服上帝的时阵，上帝用啥物方法来予顺服？一只大鱼，对不对？好，予约拿佮倒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讲，这位人一生中间真重要。咱爱结连伫咱的主，咱就会得到丰盛的生命。第二项，内在的生命，内在的活命。伫第二节到第四节的中间，主用真严寒的话讲：无结果子的枝，伊要散去。中文叫做剪除了，剪除就是干呐，割掉。第四节的中间，佫较重要一句，讲：恁着点伫我，我也点伫恁。兄弟姊妹，咱一个人的一生，常常拄到真侪挑战、困难。你是不是有点伫主的内面？你若亲像这个葡萄树的枝，常常点伫主的内面的时阵，你迄带啊有常常够力的活命甲气力，互你行人生的路在。其实这段经文应该到第十节，才是算完整的一个段落。伫第四节到第十节的中间，兄弟姊妹，真重要的一句话，这句话拢总有出现着十一次。伊讲，恁着常常伫我的内面，我也常常伫点伫恁的内面。中文翻译的圣经，亲像咱爱常常啊，伫主的内面，既然伫主，咱会啊结真侪果子，过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我常常甲兄弟姊妹讲，啊，咱要结连伫主，咱的生活要安怎过？真简单，就是读上帝。上帝的话，亲像诗篇一般样，溪水要流过咱的心内，予咱的心常常保持清气，保持快乐，予咱会当看见上帝爱咱行人生的路在。所以基督徒常常爱读上帝话，而且咱啊祈祷，有祈祷，有快乐，有读上帝话，你会当看见。晓悟真理的话，正做咱生命中间的帮助。所以有祈祷，有读经、圣经，爱正做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咱生命有真多所有状况，拢毋是讲这个常常。牧师哥较要讲的是安那，爱持续，吼，爱持续。咱伫信仰的路的顶面，咱安那爱持续，毋是干那常常尔。常常就是啊，一讲一遍。也是咱讲一遍吼，但是呐，持续啊呐，爱不断，咱爱不断伫咱的祈祷的操练，不断对上帝话来领受上帝的话语，这是一种的持续，吼，这是一种的持续。咱有时在服侍上帝的时阵，咱拢会真在乎啊，咱做啥物，咱努力啥，吼，有一句话讲了真好，吼，咱所看重的是安那。是做上帝的工，但是上帝在看重的，佫较重要的是安那？伊看重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伊看重咱每一个人，较赢过咱手所做的工。所以咱拢希望有一个好的作为，吼。但是今仔日经文佫讲较重要的哦，咱毋是干那做工尔，做工是外在咱努力来做上。但是，佫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安那，咱伫做工的内面，咱有缘爱看重的，就是咱的内在，这是一个重要的处事。所以，上帝伊更加看重是咱每一个人，啊，看重是咱每一个人。伊呼召咱伫伊圣殿的内面，甲伊结连，因为伊爱咱真侪，咱的上帝。所以，咱无论来到教会，还是做事奉诲别的中间，真重要的就是兄弟姊妹，你是不是有甲上帝有一个真亲密的时间，真亲密的关系？我唔知兄弟姊妹，其实四点钟内底，你有一点钟做祈祷，还是一点钟做读圣经？唔忙，牧师用这个经文甲咱来分享，咱来常常啊呐，追求甲上帝密切。的关系，
那在外邦人，因总爱看迄外表的水啊，看到是啊，追求是外在的啊，因会晓啊那去看的，因拢是追求遐有形的。但是咱基督徒的生命内面，主更加爱咱重视的是咱内在的生命，因为内在生命是不可动摇的。保持咱跟咱的主有真密切的关系的时阵，你遇到困难，遇到挑战，有缘上帝要帮助你咱的心情。台湾过去有流行一本真有名的册，这本的册叫做《追求卓越》，追求卓越。啊，这本作者啊，伊在写这个研究各国的这些大企业哦，大企业家啦，啊是这哈大生意人，伊在研究的中间，伊拢研究哦，啊伊的制度啦。伊个传统啊，伊种种遮个吼，偌好偌好个呢。但是研究到尾啊个时阵，伊讲一个成功个企业，毋是伊个制度文化个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迄个领导者伊本身，伊个思想观念、伊个作风甲伊个态度。因为制度文化拢是外在客观个因素，真正个问题是出伫倒。就是出自人咱内在的生命，内在的生命要帮助一个机构，行到尾啊时阵，是不是行伫一个正确的道路的顶面？经文的中间有讲到的，内在的生命就是安那持续的一个，伫主的内面，主也伫点伫咱的内面，互咱的人生会当结连伫主。过着得胜的生活。第三项，得到丰盛的人生，得到丰盛的人生。今仔日的主题经节，拄啊伫第七节，主题经节伫第七节。第七节讲，恁着点伫我，我的话点伫恁。凡啊所爱的，恁着求就要甲恁吃，恁着求啊呐，就要甲恁吃。这个经文非常的重要，也是因为。这是都有应允甲祝福的话，咱主爱咱每一个人过着丰盛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咱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间，常常会遇到许多的选择，对无？有真侪选择，无论咱的工作，无论咱的家庭，无论咱所做一切，咱伫咱的人生中间真侪啊，真侪的十字路。那你伫十字路口中间，人要安怎去选择？所以咱真需要的阶段就是安怎，就是爱对上帝去大声领受上帝的话，真做咱的归纳甲帮助。伊嘛要真做咱的支持，就亲像在第七节啊，第七节所讲的，恁着点伫我，我的话也点伫伊。恁着求就要甲恁吃。咱踮伫主内面的时阵，你凡事祈求的，上帝要帮助伫你的身上。伫这个礼拜中间，我有看到啊，有 TV 有一个博士，这个博士叫做冯子培博士啦。伊家己的心声，伊是第一代的一个基督徒。啊，伊的专业就是研究迄个航太科学、机械手臂的吼。更加你今晚我有看到。伊温馨伊的故事，那伊成长过程中间，伊家庭真宋样，伊嘛真，伊家庭的背景嘛无真好势，但是伊努力拍拼，靠着伊家己的努力，伊嘛慢慢有一点成就。当伊有成就了后的时阵，伊开始去研究这个机会，那是经航太公司甲请，后来航太公司请了后，伊了发现。人的有限性，伊讲真多的事对伊来讲有真大的挑战。那在挑战的时阵，伊唔知道要安怎，伊真感谢就是安那，伊伫伊的信仰顶面，伊认捌主哦，爱信主了，成就一个基督徒。伊讲伊的工作啊，真侪的困难，但是伊研究科学的吼，那么去了解这整个世界的星球啊，是就是太空、宇宙、太空。后来又发觉到科学，研究科学愈研究的时阵，
伊煞发觉上帝奥妙，这个世界真济个特殊，拢是对伊中间伊去探讨出来。所以伫呾愈研究科学个时阵，伊愈感觉上帝来奇妙，而且呐，伊开始感觉家己爱更加来谦卑。所以伊过去个时阵，伊若无到个中间，伊就安呐祈祷上帝来帮助伊。所以伫个生活个中间，伊历练许多的挑战。他历练许多的这些挫折，但是这个人伊有完啊啦，伊伫个研究中间，这个冯博士伊家己的心声吼，我有完相信上帝来的帮助，所以伊家己真感谢讲，伊相信上帝的福音，啊，真正啦，伊祈求的时阵，上帝帮助伊，予伊行人生的路走，所以有惊吓，有挫折，但是啊啦。伊有缘对上帝话来得到帮助，来化解真济伊生活中间的困难甲挑战，所以认为心灵的富裕吼，比物质的富裕搁较重要啊。心灵的富足，心灵的富足要带来平安、有喜乐、有稳定，这是外邦人因素无法滴来了解。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牧师用这段话的经文，在这个新的年，跟咱兄弟姊妹来分享。咱在常常在咱的生活中间，虽然咱无用，但是咱你爱一段时间亲近，跟咱的主亲近，跟咱的上帝亲近，伊的话加做咱的帮助，也因为咱的军队，咱会记得上帝在无论咱任何时，无论咱任何期。伊拢要带领咱每一个人行人生的路程，予咱过着丰盛的人生。咱做伙阿头来祈祷，是阮听咱的上帝，我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主你用一段话语，予阮兄姊妹得到帮助。主，阮知你是真的葡萄树，阮是枝，我要结连伫主你，我要结实做做。愿主你也帮助阮，伫这个新的年的中间，加做阮的快乐。我行人生的路上，阮常常对主你领受大的恩典，恩惠伫阮的内面，予阮加做主你所祝福的子民。阮安尼祈祷，靠主的名。啊，这点是迄个旧历史吼，咱今仔日有张乐的旧历。